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啊，今次再同大家介绍嘅疗剂，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定好熟噶啦。就系圣君巴，圣君巴即系姜啊 ，ginger。咁我相信，我哋一般人咧都认识姜，亦都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都成日都食啲姜嘅吓，姜水啊之类出类嘅。好啦，咁喺同类疗法嘅应用方面咧，我哋发现咧，姜咧系当然咧系对消化嗰方面咧系有特别嘅。應用的地方的，咁通常咧啲姜嘅症狀咧，好多時候嗰啲消化嘅毛病啦，氣脹啦，消化不良啦，嗰種嗰種不適啊、吐瀉啊呢方面嘅情況，通常咧我哋係喺用喺啲咩情況，就係當我哋去旅行啦，去到外國啊，去印度啊、墨西哥啊咁，好多時候咧就遇到啲水土不服啊，咁出現咧就嚴重嗰啲吐瀉，咁可以咁講咧，呢個嘅薑咧係一個好好嘅療劑嘅，所以有啲人咧就會帶啲薑丸啊、薑粉啊嚇，咁當然啦，如果有啲生薑咁樣即刻嚟到沖水飲，咁呢個亦都可以幫助呢方面嘅嚇，咁所以水土不服啊、吐瀉啊之類之類啦。咁姜咧，原來都用可以用喺啲腎毛病嘅，譬如嗰個長期嘅腎病導致咧，就係嗰個尿咧係尿屙唔到啊，咁姜嗰個腎咧就完全停頓咗嘅功能，咁呢個姜咧都可以應用喺呢方面嘅。咁仲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是。暈車浪啊，暈船浪啊，咁就出現個症狀咧，都好似作悶啊，又想嘔啊，或者係吐瀉作悶咧，咁呢個薑咧都係可以應用喺呢一方面嘅。咁仲有一個情況就係啲人個孕婦可能喺妊娠啊、嘔吐啊咁樣樣，咁呢個薑都可以發揮到治療嘅作用嘅。咁仲有一個地方咧，就可能係比較常少用嘅啦，就係嗰個肩周病啊，我 deltoid 下個三角肌嘅風濕，
啊、或者是那个冻薄、啊、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人都知道、啊、用姜茶姜呢很可能呢对这个冻薄这种这样的一种热的作用、啊、都会可以舒缓到的、啊、所以姜呢在个同和疗法那方面呢、啊、也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呢都很多人都用在一个水土不服一个最主要的应用的地方来的。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适不适合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